喝茶在我们东方又叫做品茶，我们一杯茶可以用三口来喝，一品在静，静指的是环境；二品在味，三品在情，指的是情感。我未婚夫在结婚的头一天背叛了我。你好，艾雅。你好啊，小文。这味道好特别。我喜欢这个味道。我也是。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人在爱着你，那就让你很幸福。接下来要跟你说的话，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清楚我是不是有爱过你？他爸妈可能不能接受。我们要如何有个美好的未来？